号 CDHB 6567日前分享黄金猎犬金宝吃菜的逗趣反应。金宝是个自带鼻音且爱皱眉的自恋男孩，他还有一个白兔伙伴 Angela。 这天金宝趴在桌子上，看到兔伙伴吃高丽菜吃得津津有味，于是他也想尝尝看，没想到一放到嘴里，金宝的脸马上皱了起来，最后甚至嫌弃地把高丽菜吐到地上，逗趣的模样让姐姐忍不住笑翻。
吃。不行这样。